他在逗我笑，这座冰山竟然会笑，张安杰。 怎么突然回国了？怎么不欢迎？怎么会？渣男！竟然这么快就有了新欢。走。我跟你们讲，以后见到穿西装打领带、打扮的人模狗样的男人，一定要躲远一点。为什么呀？因为他们很有可能是管小孩的坏人。妈咪，这个叔叔好好看呀，他怎么可能是坏人？ 人不可貌相，海水不可斗量。走开。哦哦，我往下走。妈咪，本人居然跟我长得一模一样。你看错了。